腾，外观偏中庸协调。全新换代的速腾更加具有大众新的家族特色，车身尺寸全面增加，外观方面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个性，多处与老大哥迈腾、帕萨特相似的设计，整合之后显得非常协调。这种中庸协调的设计理念应该能俘获不少国内用户。前脸部分，2012款速腾延续了大众家族的新血统，前格栅与前大灯连成一线，采用了大量的平行线条，设计更加简约硬朗。前大灯造型也比现款车型更犀利，内侧尖角设计与六代高尔夫同出一辙，眼神更加锐利，硬朗的线条带来一些运动气息。新速腾的尾部与前脸相比则显得中庸许多，整体造型比较圆滑，尾灯造型类似新迈腾，但布局样式又接近新帕萨特，结合起来并不让人讨厌。新速腾的侧面线条也有偏运动的趋向，车身带有一定的俯冲趋势，配合16寸铝合金轮毂，给造型略显单调中庸的新速腾带来一丝轻快感。内饰偏略显小气，内饰方面新款速腾与老款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别，整体设计风格与外形相统一，线条流畅而大气。仪表板的横向造型使得内饰空间在宽度感觉上大大增强，挡把采用真皮和金属材质，手握感觉十分舒适，而座椅也采用了运动型座椅，与它的运动风格比较相符。老款速腾上配备的 ABS、ESP、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等配置在新速腾上得以保留，舒适型增加了真皮座椅、前雾灯、天窗、定速巡航等配置。更高一级的车型则配备了8扬声器。多功能方向盘，前后泊车辅助雷达，带制冷功能的杂物箱，双区空调。配置最为丰富的豪华型，配备了头部气囊、被动式胎压监测、多碟 CD、6.5寸触摸屏、蓝牙、前排座椅加热、自动大灯、防眩目后视镜、驾驶席座椅调节等等配置。由于包括轴距在内的车身尺寸全面增加，所以新速腾的内部空间比上一代要宽裕很多，尤其是腿部空间的进步值得赞赏。动力偏经济丰沛，动力方面，国产新速腾搭载 1.6、1.4T、1.8T 三款发动机，1.6升发动机匹配5速手动和6速自动变速器，1.4T 发动机匹配5速手动和7速 DSG 双离合变速器，1.8T 车型则匹配了7速 DSG 变速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国产新速腾或许出于降低成本的原因，在低配车型上配备的是扭力梁式后悬。上一代速腾标配的多连杆式后悬挂，在2012款速腾上将仅出现在高配车型上。新一代速腾长宽高分别为4644毫米、1788毫米、1482毫米，轴距2651毫米，较上一代加长了73毫米。